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神，今天我们来玩 Raft 木筏生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谦。今天我们要来跟阿谦两个人在木筏上面度过我们的第25天。嘿，这集应该可能不会是最后一集。没错，哎，上一集呢，我跟大家说我很喜欢5的倍数嘛，对不对？到25集可能就是最后一集。结果来，哎，没想到我们最后一座的这座滑索岛这么的大，哎，花了一整集还没有全部看完。不过，哎，我们已经收集到它的滑索部件的这个样子。所以我在想啦，我们今天这一集啊，可能是倒数第二集这个样子。我们下一集再给自己多一点。今天充裕的时间，让我们好好的、好好的跟我们这艘船说道别，好不好？那么在今天开始之前，如果大家喜欢 Raft 木筏生存这个系列的话，别忘了给他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，让我知道。那上一集嘞，我有跟大家说，要是大家如果有点大大的喜欢的话，可以帮我们的汤姆少校取个名字嘛，对不对？大家还记得汤姆少校吗？就是从那个火箭蹦出来的那个太空人这个样子。结果嘞，有一头拉库的爸爸们在底下的。我目测看过去的时候，总共有2500读者。结果，哎，这2500读者呢，我是跟大家说要帮我们的阿神取个好朋友的名字。大家有看到吗？阿神的好朋友在正前方那个地方，我们是要帮他取个名字。结果2500读者出现的是哪个家伙？阿谦，就是你。干嘛这样？我本人也在这，哎，不用这样对我。我是说要帮阿神取个永远的终身伴侣。你妈找个什么小西玛丽，找个水普音，你找个阿谦干嘛？是哦，阿谦，我不是你啦。我该崩溃了，进到我的世界里面来了。我来了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要把那座岛，给它探索的差不多多这个样子。我们已经拿到了我们身上要的那个三个滑索部件的这个样子，还捡到了一把医务室的钥匙，是在水底下捡到的。然后我们在今天登岛之前呢，先稍微把我们船上打理打理。你帮我弄一点食物，吃好了，你必须要对我负责了，好不好？啊！你嫌弃我，你还要我帮你负责？嫌弃也是可以嫌弃，但是你还是要对我负责啊！你是大家选出来的嘞，你还是要道理，有这种人啊？你看清楚了，好好对我负责好不好？然后我们船上的那个松果已经不够了，剩下一个的是，那帮你浇个水，为什么没有办法浇水？水瓶坏掉了是不是？这个是一瓶海水啊啊啊！它是海水，倒掉，太久没玩了。距离上一集，我们到这座岛，到这座船上已经经过了大概多久来着的？5天左右吧。前几天的时候，再稍微让自己的身体休息这个样子。然后我在水底下还捡到了这一个东西，叫做金属探测器，它可以帮忙寻找到宝贵的金属。记得带铲子哦。宝贵的金属是什么啊？是珍贵金属，水底下的那个吗？我们做个那个好了，好不好？来做个那个探测器，探测器需要什么东西啊？我先去捡羊毛，让我们可以穿一些很酷的装备。来，我们的蹦蹦跳跳跟妹妹是不是还没有取名字？妹妹的牌子上面还是白色的。好，两个在这里，我们可能还需要一丹丹的时间才有办法。然后，妹妹，你可不可以帮我装一点那个水在我们的那个后面的那个地方啊？不可能！干嘛？完了，完了！傻子 game 吗？你看我掉到这是什么？过来看！你掉到什么东西啦？啊！这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我钓鱼，钓鱼就钓到这个。这是游戏中有的吗？我不知道，突然就出现了。好可爱哦！这它叫做什么东西来着的？我知道了。今天还没有跟大家说，对不对？要是大家今天如果有点大大的喜欢的话，废弃工程师呀。大家如果今天有点大大的喜欢的话，可以帮我们的这只小鸭鸭，好不好？这只小鸭鸭取个可爱的名字。我们东西越来越多了，那我这个地方我要换个位置。我们把这些东西移到后面，后面就是一个烧东西的地方吗？不要，就放在这里好了，我找个地方放，好，那你继续钓鱼，你会钓到一些奇怪的东西，好好笑。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钓起一个奇怪的、没看过的东西，吓到我。超好笑的，我们玩这么久没有装模组，我们玩了这么久，结果出现这种奇怪的东西，好笑。说不定这个海域才有啦。你说特殊海域，他们的玩具会不会？对啊，因为这个地方是他们的那个残骸啊，会在下面，所以他们这个海域才可以钓得到。有可能。好，现在差不多要晚上了，然后我来看看那个啦。刚刚说要做那个哔哔哔哔哔哔的东西在哪里可以做，看看。哔哔，我们要研究吧，我的探测器。
对，探测器。好，研究学习以学会，然后才能够从身上的包包这个地方做出来。在这里，金属探测器它需要塑料电池跟碎片，电池应该是用铜锭就可以做出来了。好，等级我还需要什么东西吗？等级，哎，我记错了啦。等级的话需要用，哎，你知道我们在这艘船上已经度过了25天了，我到现在还没有办法记起来所有东西的制作方式。好笨啊！太难的啦！做出来了，有了。我们要等敌了，然后接下来我们还需要塑料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样子，我不够。有了塑料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来做我们要的金属探测器。你看，我又找不到它在哪了。金属探测器，找到了，金属探测器有了。那我不知道它怎么用，但我先把身上的一些东西先稍微收一收好了。然后小心 Sasuke 啊 ，Sasuke 随时随地都有可能会偷袭我们，好不好？好。欸，我们先睡个觉好不好？先睡个觉。好，晚安。晚安。你现在不想见到我是不是？生气啊，生闷气。白天无法入睡。好，你再给他一点点时间，然后油都还上来。还有玩家都该睡。可以，我再睡。好，我们来稍微吃点东西之后，我们就登岛冒险好吗？我们就登岛冒险。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好吃。Sasuke 在干嘛啊 ？Sasuke， 好，我们很缺铁。好，那。铲子我带在身上了，你那边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我们就可以出发了哦。准备哪？岛上啊，我们岛上还没探索完呢、啊。岛上，好了吗？那等，Sasuke 的声音。Sasuke， 哪里、啊？我把皮烂了。我把皮烂了。他刚咬哪里啊？我想确认一下。我这。你这在哪里？这个。所以有铁了之后，他就不会咬了吗？他没有咬前面这个两个嘞，这几个嘞。搞不好、哦、是啊，有铁哦，所以你外围全部弄铁的话，它就完全都不会咬。也许吧，也许吗？我不知道。好，那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，我们要出发了。好了哈，我塞一个臭鸡蛋进去，我们就可以出发了。好，臭鸡蛋就是你啦，臭鸡蛋，走了。哎、欸，要不要把船开进去一点？把船开进去一点，好了，好不好？好吗？过。我往里面开吗？对，往里面开。我上个锚，我才不要游过去呢。你当我屁股很硬，肉很多是不是啊？感觉也没多少哎、欸，没有了，不要了，你帮我做了好不好？我们再后退呢，逆风，那个开引擎，我开，引擎 open， 引擎发动，哦，真的很有感哎、欸，真的很有感哎、欸，对，超有感的，然后它应该就是消耗这个总油料了，好啊、我们应该从这里登陆就可以了、对不对？来，我帮你调个好一点的位置哦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其实不用靠太里面了，因为我们还要回转出来嘛，对吧？好，差不多了。下锚，可以了。哇，这个好方便哦，好，而且食物东西都带的差不多多之后，我们就出发了。引擎关了。好，走，我们出发吧。走。不是，我们的船帆要这样，你为什么要把它转过来？你在干嘛？不喜欢就转它。哦，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转它。哎、欸，笑，等着他从这里上来。我刚刚怎么离开的时候听到那个 Sasuke 在咬我们家的 Naruto？ 不是啦，我们的船叫什么名字啊？已经忘记了、欸。Sasuke 咬我们家的 Naruto。我们把船改成 Naruto 好了啦。好笑哦。走这里上去。我们要先去做东西。对，做东西应该是在。走这里，对，做东西应该是在中间的那个地方吧？啊，对不对？你好逊哦！我在中间那个地方，都因为你啊，对不起啊，就怪我就好了，没关系啊，对啊，没关系啊，怪你，我就是你要在那边跳来跳去，我就是奶大啊，有龙奶大啊，好不好？好，罩杯，对，至少有 C 吧。好了，来了没啦，这里，哎、欸，我发现他旁边那个钢索可以走，我想说趁你在那边走来走去，那个钢索可以走，你很怕哎、欸，你真的是一点嘎子都没有，哈，输了，你敢走这种桥、啊？输了嘎子，哎、欸，推荐大家去看那个，我最近又重新回去看那个棍子，那个叫做我不知道中文叫做什么，中文叫做什么、啊？棍子的中文叫，哎、欸，我走错了，棍子的中文叫做什么来着的？就是一个球球，一个黑色球球，然后它有出3D 动画，还有出动画，它有出漫画。然后出真人版，推荐大家如果要看真人版，看第一集就好，还可以。大家怎么进去啊？忘记了，这里吗？哎、欸，
上面了。推荐大家如果要看真人版的话看第一集就好，然后动画的话还好没有到很好看，因为它比较早期啊，这里啦绕一圈。然后如果要看的话真的超级推荐看漫画，超级棒。有人说它烂尾，但我没有觉得它烂尾，超燃的好不好。好，来了，我们需要三个滑索部件就可以把它做起来了，然后我们可以做滑索了，而且它是做两个哎、哦啊、一次给两个，我们可以做真的的滑索，我们可以做真的的滑索啊、哦、阿倩等一下我看一下哦，做滑索很好玩，然后允许你搭乘滑索的工具，好，这个丢掉，这个丢掉，然后我们这边有那个滑索，一个滑索我不知道是哦，它只有一个人可以用、哦、那阿倩我帮你做一个，我看一下下我们要先吗，我不知道，我们要先回去研究，我们先回去研究吧，好吧，来咯，喂，下来了，下来了，下来了，好酷哦！哎、欸，它是连滑索都可以做。我知道我们下一集要收尾的那一集要做什么，我们要在我们的船上做滑索。奇怪，我们的船明明就没有很大，干嘛做这种东西、啊？你要从哪里滑到哪里？我不知道，但看起来很酷哎、欸。这个装个海水哦，我先研究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交给你来研究，他都可以研究了，阿倩你研究好不好？在那个研究书上，你去研究，我去忙一些其他的事情，好不好？我要学了，好，学。我第一次看到你的名字跳到右上角，你知道吗？第一次，first time。我们可以做了，我们可以做了。好，我来做做看。我们要做的好酷哦，他只要绳子都可以做了。好，我们要做的滑索的话，他在我刚好像撇到了，好像又没撇到。我们要做的滑索工具在装备这里，装备看到了，他需要铰链摇、碎片摇、塑料摇。来，塑料是不是快用完了？没有，塑料超多。铰链，然后 OK， 铰链应该在这个地方，有超级多根碎片在这里，有一个滑索工具，阿谦来给你，好耶，然后我想来顺便做个那个滑索看看呢，好不好？还现在、哦、下一集在我们的船上再做，好不好？不要今天就把所有东西全部都做光光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把金属探测器我要带在身上，我不知道它什么状况才会逼要我拿在身上回逼吗？还是好，然后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暂时先收起来？这样子，好，那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，我们可以出发了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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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我们现在就可以滑到一些奇怪的地方了啊！吃点东西啊，明明那么多草，你们都不吃，奇怪，我们家羊驼真的是有点怪呢。来吃草，吃草，吃草。有了，你就跟你我爸爸妈妈以前小时候逼我吃饭一样，奇怪，我肚子饿了、欸，你为什么干嘛一直把东西放在我桌上啊？对啊，哦，不直接放你嘴巴里是不是？对啊，吃一直逼人家吃东西。好，我试试看这个工具，等一下哦，哦，他要按住左键，阿健好酷，按住左键它会发光，你试试看。我有啊，我有，哎、欸，哦，金属探测器，对对对，按左键。哦，你会伸出来、欸，好，还给我。我不知道这座岛会不会有那个啦，会不会有东西？感觉起来就是没有。但知不知道在海底下才会有？我不觉得是在海底下才会有。然后你刚刚是在模拟在海底下，然后 K 到弹的感觉吗？没错。哎，这里的金属量越来越低了、欸，几乎是零，几乎是零、哦。对啊，所以海底下才会有啊。我在猜是那种大岛才会有。哦，一个。零个，没了啦，上面没有。它主要是探测那个碎片吧。我在猜会碎片，那我们直接用肉眼看就好啦。他说稀有的矿物，我在猜应该就是铁啊那些东西。我在猜啦。好，我们往这个方向走，好像会有，也许在别的那个、别的那个岛上面。好，我们要玩我们的滑索了，要爬上去才能玩，爬上去才能玩。来喽。我们首次的、哦、要装备。好，我装了，我也装了。我看一下你装了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。啊、你把它拿下来，我看一下。拿下来了。装上去。装上去。没有差别。好，我要滑喽。三二一，滑。喂！等一下，等一下、啊，要按空白键。空白，有了。要跳下来。哦，它只能够越滑越低。它只能够越滑越低，哦！欸、发现一件事情、欸，什么事情？我有两个滑索工具、欸，为什么？你要不要跳下去？系统有给你啦！哎、欸，有猪哎、欸，下面有猪，哎、欸，真的、欸、是你哎、欸。好，
啊，等一下，三个你耶，哎，这边有，这边有绿绿的哦，绿绿，金属探测器，对对，金属探测器好像探测到什么东西了，探测到你的脑袋了。还是那些猪其实是金属，我们要杀那些猪吗？还是那些猪可以抓？你要先捞那个捞蜜蜂吗？好好好，我捞个蜜蜂啊！蜜蜂交给你了，我最不会捞蜜蜂了，这个交给你。猪看到你，猪要冲给你，猪要冲你了！哎呦，真的！好，你那个工具你捡起来了，我丢地上了。猪，我们好像只能该干掉，这是我攻击性的东西，好像是只能够这样子了。完了，全部都变猪肉了。等一下，它有暴走，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！哇、好痛！哇、不行了，我输了。有，我干掉一只了。他们是变异的猪哎、欸，你看他身上的那个，你有没有工具啦？砍他们！对，有，我看到。他们身上有病斑，这是没有办法养的。哎呦，解决！好，我把它捡起来。皮革，我、这下好危险哦。好，稍微小心一点点。他冲撞了，我的武器要坏了。而且他是没冲撞到，他会暴走哎、欸。阿千，快来帮忙！我被撞倒了！我被撞倒了！我在砍了，我砍死一只！哎，另外一只，砍死！我压血线哎、欸，我现在眼前黑白哎、欸。好，都是皮革而已。哎、他们不会掉肉哎、欸，你就知道他们的肉不能吃了。应该是我们毒过了之后才知道他们的肉没有办法吃。哦，蜜蜂你捞到了，捞到了！你好强哦！开什么玩笑？你好猛哦！好，那个东西都给我，东西都给我。好，封房，封房给我，来封房给你。那我想问你一下，你有没有那个黑黑哥说啥水啊？你有没有水啊？我有点这里啦，一口啦，就一口啊，我也快渴死了。那你喝，我还好，你喝我还好不会啦，我还不会渴死啊，我还有不到一半。我也是、欸，喝吧。好，那我就喝掉了。阿里嘎多，狗在吗？然后我们刚刚那个金属探测器好像有探测，哦，它快亮到满了，绿色了。绿色了，在这里吗？缺一两格，等一下哦。变弱了。哎、我这里有东西、欸。这里有东西，好，我在探测你。你说你那里有东西？对啊，我想说帮你找啊。你看这桌上那个一条药膏，药膏哦，它可以补血。好、哦，我们终于用到药膏了，我用看哦。我要怎么用？哦，按住左键。我正在使用中。啊，超垃圾的、啊。哎、你不要动，你不要动，吃我药膏。哦，你可以帮我哈、哦？没有啦。哦，你看这个，走开啦！给我一坨屎！给我一坨屎！拿着药膏给你吃耶，这好像是一坨，这好像是你昨天晚上放出来的东西，上面还有玉米粒。对啊，给你吃，加菜。瞎啦！哎、两格，只差一格了，只差一格。在上面。对，也许哦，只差一格。啊？怎么了？我不小心用到医护室钥匙，我以为它是一般的钥匙啊，没关系，我们等一下再进去，好吧？我们等一下再进去。这个已经哔哔哔到剩下、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就在楼上，不是、没有吗？哦，等，这里，那是哪里？这里下去了，这里，这棵树，哦，嗯，好，继续，我尝试把它挖出来哦，挖了宝藏箱。那是什么东西？这里，你看到吗？在吗？我在看，可以捡起来了，拿到一些钛矿石。钛是什么？哦，哎，钛是我们没有见过的稀有矿物啊。它好像不知道可以做什么，你可以拿去研究。对，哎，还有新东西哦。然后这边有板条箱，然后药膏跟我的呕吐。市长室钥匙，我们还没有到市长室。然后有一个超可爱的那个、欸，有一个超可爱的那个吊饰，你有看到吗？有超可爱的吊饰。然后字条，我们回去船上看字条好了，好不好？回去船上看字条，好吗？好。但是还没收完，还有对，我们明天早上再来收啊，明天早上再来收，好不好？先回船上。哎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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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船上。可惜没有办法直接这样跳下来，不然就 happy happy 哟。Happy， 想喝水掉下来。好，我水瓶还给你了嘛，对不对？都被你喝光了，后面还有了，先睡个觉再说了。睡觉，我要吃臭水。你是在骂我还是在骂谁？被你喝过的臭水，我喝过就是臭水。我听到一个 B 哦，那是门的声音。我想说 B， 以为是那个
以为是什么东西。好，我研究一下那个钛矿石好了，不是炸弹啦，钛矿石没有办法研究，它可以烧了之后变成钛锭啊。我们什么状况下需要用到钛锭？什么啊？什么就什么啊？那我们会需要？哦，你说下次改版吗？对啊，说不定以后会有钛锭，有可能欸。听你这么一说，好像有机会会是这个样子。好，吓死人！厚木板通通先放进去，吓什么吓死啊？好，这个也塞进去好了。好的嘞，我们这边弄得差不多多了。接下来阿坚在忙他的东西的途中啊，我来读个信件好了，好不好？其实我要你丢地上好不好？我在这间破棚子里面已经待了3天，而且病得不成样子。我觉得我自己都治不好我这样子的病人，别人也都知道，所以我要求他不要是丢了。所以我丢，不是丢，不是傻子干，快点！出来，碎了啊！好，稍微修一下我们的船哦。快爆裂嘞！修理、哦，快爆裂！其实也要花2个那个材料，其实重做其实差不多多。这个东西是沙门杆菌，肯定是的。那些猪可能从上个世纪就开始在这里传宗接代，他们可能不干净，而且我们也很不小心。这是我们几个月里面吃到唯一的肉。当我们吃的太高兴的时候，都没有注意到屠夫已经生病了。我们从 Han 那里拿到了足够的抗生素，用来治疗最初几个人，但并没有坚持了太久。他们现在切断与我们与其他岛屿联系的桥哦，他们的，所以我们只能用滑索。其他人正准备离开，毕竟大鹏车镇只是块大石头，一个破城镇，他们会再建造一个的。白亨利医生，哇，所以这里的人又跑走了。说好的伊甸园呢？零啊！说好的伊甸园呢？我想去伊甸园。好，我这边又拿到了一些金属锭，我在想，我这边再加固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把一些那个还没有加固起来的东西拿错了，不是你，是比较尖的这个，加固起来。好，这不是旁边，里面的就先不要加固了，我们先来加固外围的部分好了，好不好？先来加固外围需要捞东西的部分，这边好像差不多多了。然后这一块有加固了吗？我要潜到水底下才看得到有没有加固，不行，潜下去就看不到了，我必须上来。好，那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应该是哦，这里也加固了，是不是？好，这里没加固，加固起来，引擎加固优先啦，好不好？引擎加固优先。好，那东西都弄得差不多多了，阿谦，我们要再爬上去一次喽，好了吗？祖华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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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哎咻，哎，顺便剪个那个羊驼毛毛好了，顺便剪个羊驼毛毛，这样子，羊回来的时候，毛对，回来的时候就可以帮你造东西了。剪，帮他补个水啊，没水了。什么没水了？有啊，它上面有哦，应该是没电了，我在猜。对，没电了。哦，这好吃电哦，它是电力怪兽哎、欸、啊！阿仙，我们还有个东西还没有做过，你猜是什么？充电电池。充电器我们还没有做过，所以我合理怀疑，只有一个钛矿，会不会要用的就是充电了、啊？充电器啊？会不会？有可能对不对？为什么引擎没关？只要关一边就可以了。我已经讲了75集了。啊，可是我怕它在那边空空干空。其实关一边，你看它的油，它都不会降，它的油都不会降。就是前几集我们甚至还没有做中央油气之前，它就不会降了。所以100%，你开一边，只要船没有运作，它就不会降这个样子。好，我回来这个地方干嘛？哦，烧个钛锭，做充电。哦，你看那个钛锭好酷哦。你看，像宇宙矿石啊！对啊，我们现在还不能够做那个充电器，还没有那个的蓝图。好，出发，必须趁现在白天。我们今天这集一定要把这座岛探完啦，好不好？一定要找出那个充电钛锭，不是充电钛锭啊，那个充电器到底是用在哪里，好吗？充电钛锭听起来超强。对，它这边其实还有一个红色，也就代表这附近可能还有一个这个样子。只是我们要找出来在哪里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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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现在这个大鹏车镇啊，已经熟门熟路了，好不好？就是我们在这里走路啊，根本就跟逛自家户花园一样，就这样子闭着眼睛都会走。在这没有，我们还不能够住在这。我们现在要跑到最上面，要去那个医护室的那个地方，要去医护室那个地方，然后把那座小岛，他们可能就是不同的族、不同的族群，不是族群啊，不同的那个。哎，我走对路吗？啊，忘记按空白键了。好恐怖，跳 ，OK， 那既然空白跳，碎啦。好，那我们把这里应该是医护岛，我们把医护岛这里弄了差不多多之后，我们再来看
还有缺什么东西？好，这边一楼都探的差不多了，对面那个地方还没看嘛，对不对？对对，对面这个地方好像啥都没有哎、欸。二楼呢？二楼有东西吗？有些东西。二楼有碎片，就这样，没了。塑料。三楼嘞？三楼我看一下，他们建三楼就是一些药膏、塑料，他们可以把东西建造的怎么讲，就是稳一点吗？他们建造成这样很稳啊，让我有点担心哎。好，所以我们拿到了那个村长家、市长家的钥匙，接下来我们应该可以再往下一区前进吧 ？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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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好像他们盖得很稳啊，就是稳到都没有住人啊，稳到直接灭团是不是？对啊，肯定稳到直接灭团。好，这边没有哔哔哔的东西，我们上楼之后，这里可以再到那一区。对，我在看这里是到这一区。空白键，然后这里可以爬上来，然后我们刚从那里过去嘛，对吧？还有哪里可以接啊？这里啊，那是粗的哦，这里最上面最上面最上面这里，那是粗的，那是固定架，我们要用的是这个，对对对对对，粗的，粗的，我也是粗的，你还可以啦。哦，这边是市长的家，上面写 mayor， 是市长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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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个人住一座岛，你有没有太贪心啊？好，我们先去旁边。先啊，晚点再去旁边好了。那好像下去就上哦，可以再上来。他们其实做的很棒哎，可以下去再上来这样子。好，我们先去看一下旁边这里好不好？滑索，快笑，好酷哦！好，搜刮一下，搜刮一下，搜刮一下。被我捡走了东西，对吧、啊？你这个给你喝，给你喝。为什么捡一顿鱼？谢谢你。为什么喝这个汤没有补充到我的水分？我不是很懂。他这游戏补充，他是这样，他是没有。我听到动物的声音。我不知道你们听到，还是我听错，还是那是开门的声音，可能真的是我听错。好，这里的东西也收了差不多多了，然后可以再往上爬，好恐怖！再往上爬就是上去了，下面应该还有一层，我还没有看。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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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还有，这边有碎片，然后这里有碎物品、破碎的东西，都没有什么太重要的东西了。然后哪个？差点掉下去。好，我的仪器告诉我这里并没有任何的东西，小心不要掉下去喽，这超危险的、欸。这里超危险，这边死亡率很高哎、欸。好，谁要注册啊？我们在过去那里之前，我们先过去，先回去市长家好了。好，这个滑索工具好像不会坏掉哎、欸。对你人呢？因为我不能滑回去哎、欸。可以吗？从原啊，当然不行啊，他应该是用那个。哦，你好强哦！嘿嘿，你好强哦！他是用那个啦，他是用那个地心引力的作用。好，嗯，市长家为什么可以住这么大、啊？这好像王宫哦，你们像王宫啊？对啊，你看我们这边要接见市长，在那边敬拜市长，拜见市长。这边有那个市长帽哎、欸嗯，不会吧？啊，我戴在头上有吗？给你戴，给你戴，你戴我才看得到，你戴我才看得到。你当鲨鱼人好久了、欸，我要看戴着帽子拿着大便的你，可以吗？看我，看我，看我！拜见市长，请跪下。市长好。可以给我舔我的大便。这边需要三个充电部件，我们刚好有。我们做充电器，阿倩，有了啊、可以接到燃料管上哦，它也可以接燃料管呢。好，那这个我们已经会了。我们等一下回去做充电器好了。需要一个市长宝箱药，我们有，我们有，开喽 ，open， 板疗箱跟一张字条。这条上面，这应该是这座岛最后的字条了。我们跳成就了，右下角哎、欸，市长跑走了，他只留了一张字条，他跑走了。哦，叫做 Tangara， 这个应该还没有，还不能够去吧？还是已经改版可以去了？我们回去定位看看好了。改版可以去的话，我们还是留给下一季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们还是留给下一季。但我们这里先看一下下，还可以去哪些地方，好不好？应该没什么地方可以去了，啊、没什么地方可以去了。嘿咻，爬上，怎么上不去？爬上去，爬上去，爬上去。喂，哦，这里就是那个啦，这里就是那个车镇了。我们回来了，去过了。对，我们回来了，我们回来了。好，该是来回到自己船上的时候了。我们在船上见喽，好不好？船上见。好。喂，这里边有一些塑料，我先都捡一捡啦，好不好？不捡白不捡，都把这里的有的没有的垃圾垃圾，就是在讲你阿倩，垃圾都捡一捡、啊。好，那你在船上先帮我。我是市长哎、欸，是我大便。你现在只有市长帽了。好，那
我这里稍微探测一下，这里好像越靠近这里越亮哎、欸。等一下哦，这里附近也有东西哦。哎、欸，你叫我滚回船上自己去探，没有，我在你旁边，我在你旁边，我在你旁边这里，这里亮嘞、欸，应该是在那一区。等一下哦，阿谦啊，那一区在那个医疗室，变更亮了，变更亮了。哎呦，它都会出现在一些很奇怪的地方哎、欸，超亮。哎呦，这里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来来去，在右前方，在右前方。啊、哦，这有，铁的吗？啥是给？啊、哦，啥是给？我现在还是不会叫他们的名字。你在哪？认真点。这附近，这里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哎、欸、呦，啊，我把它挖出来。我们这样就有好多钛矿物哦。哎、欸、呦，不知道多少才够啊？不会每次都挖出来不会是钛矿物吧？没有，没有啊，阿谦。对，假的，假的，假的。所以，好笨。也许会有假的跟真的，我们今天可能没有办法马上把它做出来。好，阿谦，我们要准备航行了，准备航行了。我先拿一些。对，要走了，要走了。这里的东西我们都已经看得差不多多了。那你先吃我的大便。我不要在这里大便了啦。好，我们把一个钛拿去研究了，所以我们还需要一个钛才能够做电池充电器。好呀，好酷哦！出发，出发，出发，出发！引擎发动了。对，起锚，起锚，起锚。然后你确定没有在这座岛哈？确定没有在这座岛了，应该都是看完了。对，我的侦测器连亮都不会亮了。好，我们稍微我会哭，对，应该是不会哭了。我们稍微收拾一下我们身上的东西。今天这集应该就差不多多。我们今天的冒险啊，拿到了一头拉库的东西，像这种矿物啊，其实都可以稍微整理了一下下了啦。我们的船好像真的给它有一点点乱，而且我们还缺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你还记得吗？我们缺种子，我们要让我们家的小蜜蜂多一点点，好不好？多一点点。好，那这里的养羊也可以那个了，也可以那个。哎、欸，我身上有一个那个钓竿哎、欸，你要不要？有一把钓竿，金属钓竿，而且是好的哦，好的金属钓竿哦。都行都行，先上来设定坐标吧。好，给我给我给我。我上来给你，等我一下下哦。好。小心小心小心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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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钓竿给你，然后我们的坐标是4289，你觉得它会亮吗？你觉得它会亮吗？会，会。好，来，四，二，二，八，九，亮了、欸，亮了、欸，亮了、欸，真的有哎、欸，亮了哎、欸，这个我们留给下一季好了。这个我们留给下一季，我觉得这一季好不好？我们该稍微让这个游戏稍微休息一下下，毕竟已经快到30集了，好吗？所以我们这一个留给下一季，然后我们下一集的时候去一些岛屿啊，去一些其他地方，稍微准备一下我们的身上的一些东西。所以它有其他的改版的内容哦，哇、哦，好酷哦，好酷哦！好，毕竟那边有海盗船，幽灵不好，搞不好。我们先睡一觉，我们先睡一觉。所以那个应该是村长逃过去的地方。对，那不知道村长跑去哪了，但我觉得他应该一个人去享清福了，这样子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身上的东西好多、哦。好，我们的燃料罐13桶，大概可以带我们去北极吧。然后我们顺着风走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们顺着风走，阿谦，我们今天就漂流，今天就漂流，不管上面我们要去哪里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漂流，我们就漂流，顺着风走。然后这些动物，鸡鸡痒痒，我们可以看那个。看我们现在风浪很大，他们还会不会被吹走，好不好？大浪突袭，我在猜应该是不会了啦，我在猜应该是不会了。好，把臭鸡蛋放进去之后，鸡蛋塞这里之后，羊毛够让我们做下一个东西了。我们要做什么、啊、做个铠甲好了，好不好？做个铠甲，我们来做个铠甲。来，铠甲的话我看看哦，这里有一些皮革，有，我做了一个铠甲出来了。阿谦，你可不可以穿穿看，穿给我看。好，等我一下、哦。好，东西都给你看。来，整理东西。捡起来，捡起来，它被冲走。穿起来，穿起来，穿起来，穿起来。其实还好哎、欸，就多了一个护甲，就是你肩膀上的那个。然后我去看一下下，我们现在有在顺风吗？有，我们现在超顺风的。我们要跟着风向走，风往那里吹，我们往那里走。然后这样就可以拿到一些物资啊，拿到一些材料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风往哪吹，你就往哪倒。我当然风往哪吹就往哪走、啊、可真会转啊喝点水喝点水，好了，阿倩休息一下物资好不好，把我们家的包包整理的干净一点点好吗，像这些垃圾贝壳
给他通通丢进去了啦。这个贝壳不需要这么多，我们要的话再捡就好。然后蜂蜜罐身上有，我们现在要去看小岛。正前方有一座大岛，那是我们原本在的那个大篷车镇，白痴啊！刚离开，刚离开，对啦，刚离开啊。好，红木板给他放很多，之后石头的话丢掉不需要。道具这边收藏，这边好多破电池哦，好多破电池哦，太多了啦。可以充吗？不行充、欸。我还捡到了一个鸟头呀、啊，千。鸟头是什么？就是那个布袋尖笑头啊，尖笑头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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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这、欸、不是我们家的吗？不是不是，我刚刚挖矿挖到的，他会挖到各种各式各样的东西，好好笑哦。好，玻璃收起来，然后矿物收起来，药膏放在哪？药膏放在杂物箱好了。它不是药膏，那不然它是什么？大便？你可以，它不是大便啦，借我放一下。药膏放在这，是大便是不是？然后食物吃进去，好，剩鱼剩肉剩饭剩菜，皮革塞进去，铁钉、铁矿物类放在这里。哇，好多东西，我们的船，超赞的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？我们还需要什么东西啊？我们还有什么东西没做啊？我想想看哦。哎，他在啄我，走开！谁在啄你？好好笑、哦。波波在啄我的头，你长得跟他太像了，波波你就是他本人、欸。所以我在猜我们的头是真的会被啄掉、欸，没错，我们的头是真的会被啄掉。好，我们这边还有帽子了。哈，我的帽子不见了。你有帽子吗？你不是有河豚帽吗？啊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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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你把那个尖笑头，不要尖笑头会挡到我的视线，不要的。还是那个市长头给我，市长头给我。我是这里的市长，好不好？那你没有大便，你就不是真正的市长。市长会大便是不是？会。哎，行，我还拿到一些生土豆。有看到岛吗？看到岛的话，我们要登岛才行。我们接下来呢，要登岛，然后拿一些东西，要把我们的船变得很厉害，然后去搜寻看看，可不可以找到更多更多的那个。右前方有一座岛，阿谦定位。然后船怎么速度变那么慢呢、啊？哦，我们根本没有开那个、欸，我们是顺风哎、欸，来开了。那你右前方顺风吗？对对对，右前方有一座小岛，帮我往右前方前进，谢谢你，阿里嘎多，ございます。好，荷叶跟这些工具就先带在身上好了，反正我现在包包很大。那我刚刚想做的东西是什么呢？我想再做个，那个，让动物们可以有更多更多的家，这个看他们会不会吃的比较频繁一点啦，让他们都几乎不怎么吃东西，啊、觉得好可怜。这里有管子拔掉吗？我想测试看看哦，吃完了，我测试看看这边可不可以接管。我刚以为我听到那个的声音，可以先拔掉之后再接管。好，这样子会长出东西吗？好奇，它会长出管子草。我是不知道会长出管子草了，然后这个也不知道它会洒多远的水耶。对啊，这个水会洒多远啊？然后我的水已经快用完了，到了。然后加一点海水进去，抵达，上岛，我们快速的上岛，然后采一点花，之后下来之后呢，就可以了。好，有带虎头吗？虎头有，关起来，然后采一点你的毛，已经变牧场物语了啦。帮我下个毛哦，我速速上来啊。哦，好，我速速上来，然后你也去帮我看一下水里面有没有可以采的资源好了。好的，不行。这完全没有、欸、咬我，这座岛上完全没有那个，完全没有那个，哦哦，完全没有那个矿物，会不会是大岛才有啊？好，下一集的时候我们前往大岛，我一定要把那个给做出来，一定要把我们的那个叫做什么来着的，这个叫做金属，不是电池充电器给做出来。好，报告，这个岛上啥都没有，只有一大堆花。好，有花就很棒了，它怎么上去啊？太危险了吧。捡起来，种子应该都弄得差不多多了。我刚丢出去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啊？应该都有了。黑色种子啊，我们刚丢出黑色种子啊，黑色种子是丢去哪了？黑色幽默被我丢去哪里了？黑色种子不见了呢，它消失在这一坨花当中了。各位，好，不管这个箱子而已，怎么可能会不见啊？在这里，这是黑色花朵。哎，那黑色种子有吗？应该是有，只不过我眼睛太大颗，然后看不到。白色的种子，
哦，应该在上面啦，算了，我这边带了一些种子回来了，不管了，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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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你矿物采的怎么样了？我才矿物没有啊，地下还没有。我看到，我看到，我看到，我看到Sasuke了，底下没有是不是？刚刚在，我刚刚在收家里的东西。那我们就上岸来这个地方吧，我把一些垃圾花花草草丢掉好了。我在猜之后，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船上，下一集我们在我们的船上种一些花花草草，然后变得漂亮一点点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现在种子把它种下去，这样子这些东西应该就会运作了吧？我需要一点蜜蜂，需要一点蜜蜂。蜜蜂要去打，不要再抓阿神的头了啦，走开啦！嘻嘻，他快把我的头给啄烂了，你知道吗？嘻嘻，真的是啄烂我的头哎、欸！好，你像西瓜头哎、欸，什么问像西瓜头？你才西瓜头，头顶绿绿，不要再戴绿帽，你才戴绿帽。好，花也要稍微浇一下下，浇花，我采收，我是白痴。我是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把什么东西弄坏了？我想浇水，然后我不想按照采收。好，先让这里长大大，好不好？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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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水做是白痴也不行，需要淡水。我、哦、没水了，没水了，没水了，接一点水，接一点水。水做作物，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都弄得差不多多了。我觉得今天 Raft 木筏生存差不多到这里告一个段落，希望大家会喜欢倒数第二集的木筏生存嘞、欸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嘞，别忘了给他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，让我知道。也别忘了在底下的留言区留下你想要好不好？你想要我们家的 Hidden Girl 叫啥？我们家的一只可爱可爱的小鸭鸭叫做什么名字？这个是我跟阿琛养的宠物哦，留在底下的留言区告诉我们吧。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别忘了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，让我知道。我们下一集见喽 ，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